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感觉？承认你喜欢我有那么难吗？承认你在乎我、想保护我有那么难吗？我承认我喜欢你。如果这些失控的情绪就叫我喜欢你，蔡焕真，我非常讨厌喜欢你的感觉。而我不会再让自己这样下去。周日晚间10点，皮蔡去飞瀑洗净科技，碧群女人再重视。